欢迎科技大学创校，到即马已经满39年了。为此，校方嘛盛大举办庆祝活动，除了伫个11月28号礼拜六办理校庆大会，创意市集。为今仔日开始，校方嘛有各种丰富的活动，包括音乐表演，还佮演讲等等，邀请民众踊跃来参加。另外，即次校方嘛以简素裸卖为主，希望大家会当来自备环保餐具，将有佮较侪优惠哦。精彩啦啦队表演为惠宁科技大学39年校庆记者会来做开幕。为今日开始，学校将举办一连串的精彩活动，结合社团的音乐表演、点亮人数的演讲等各种活动，邀请民众同齐来参与。从明天开始就有吉他社的音乐会，那后天我们邀请了政务委员唐凤来讲那个数位赋能，那到乐舞社，那最重要就是校庆当天，也就是礼拜六早上。那我们邀请中研院的院长廖院长来给学校这边做一个演讲，那当然有学校这边会有庆生会。校庆活动也将在7月28号来做举办，除了创意市集各种的表演，学校也请到第一届主管单位甲后头处同时进行历届学生的作品展览，希望更加多人来看到学校的成果。我们会邀请呢第一届，我觉得30年前呢。创校的所有的主管，回到我们云林科技大学来。那另外呢，第二个亮点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在研发的一个成果展的一个部分。我们呢云科大呢，尽量是朝向了商品化的一个作为，让它可以做一个永续的一个推动，跟设计的一个执行。这次校庆活动，学校也以简素裸卖为主，希望大家来响应环保观念，亲像民众家己当准备环保餐具，唔那商品介绍上有优惠，更是会当来救地球。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裸买裸卖的一个方式，那跟随了一个政府的一个脚步呢，来推动简素的一项活动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自备一些环保的一个餐具啊，可以到各个摊位呢去进行采购。那摊位呢可能会给你减一些，然后一些优惠。虽然创校只有30天的时间，不过一路以来，惠宁科技大学陆续培养出真侪人才，未来学校也将继续运用教育以及研究，解决地方产业、社会等种种问题。记者江怡，长报道。